刚才要好一点，但是哒哒滴哒哒啦的海底，你声音有点干，你就是的，只是你声音小了，对吧？的海底，可是你没有想到，你声音一味的小不是个办法，它是要那种 warm 的感觉，就是海底，要有这个气声，是吧？哒哒滴哒滴哒啦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，要有那种。气声在里面，再琢磨一下哈。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。好了，我还是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你想每个字都听清楚唱的是啥，每个字等你把自己的声音听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听众听起来已经炸掉了，已经太过了。有一些感情是在声音的音量上似有似无的感觉才好听，然后某个强调一下，某个再弱一下，而如果你把每一个真的都交代得很清楚的时候，完全就死死板板展现在面前的时候，这个情感也已经定格了，对不对？主要还是都不熟练，应该是这本身发音啊还有问题，再加上对歌曲的理解各个方面。但是刚刚你后面唱的那个情感是对的，就整个是对的哈。咱先还是再从头来啊，还是这个不要着急要唱那么多，就是把这个能唱的这个部分先唱对，这个感觉先找对。特别喜欢这首歌，很好听，这首歌很好听。想念你，我好孤独。
看你用情境来就根本就不一样。你刚才是每一个字什么当当当当，每一个字咬得那么死就不好听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感觉表达出来很好啊，然后如果再稳定一点就会更好一些。因为寂寞，因为寂寞，因为寂寞。对，这个收尾，如果你太放松过去，变成就是说，因为寂寞，就无所谓，就跨过去了。这个地方是揪一下人的心，因为寂寞。那抖音，哎呀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多了也过了，没有也太清清淡淡了。是的，这就是英文说的是的，非常的微妙。OK， 现在这首歌呢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存在的问题，就是节奏，你一定要把词很熟，熟了以后那个拍子节奏就到哪儿到哪儿，对你会有一点，特别是如果你爱我那一段的节奏有点问题。其他的比较好，还有就是说，我现在只是大致的给你说了一下这个感情，还没有落到每一个字的那么细腻，因为顾不上嘛。现在咱们这个这一句里面还都没有弄好，等你把这一句大概在这个基础上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想每一个字要怎么处理，就会更细腻。你现在我先要抓你每一句先，所以刚才那几个，就刚才那个什么，那几个字给你强调了几个字，是因为那几个字是很关键的，马上就要用到的。其他的呢还顾不上。就是我现在只是听你大概的这种感觉，你先对了，才比较好用，好不好啊？